他是、啊、跟大家玩是。好，白皮金正哥碰到，你请听。你现在这样，对，他是金装的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他是北风北，他是金的话，他可以直接炸。二五八饼的六九条一听啊。对啊，还蛮美的。嗯。二饼军委的鼓掌、啊。准备出去了，因为一饼碰了。二饼待会出门了，二饼来了，对，留九条，他要打三条，哦，才漂亮，还九条还四张哎，嗯，六条一张，还四张九条，不过金月已上厅了，对，应该六九条，哎，六条被摸走了，来九条有没有？钟启哥晚上好。六万，四张九条，金月吃听也是六九条，对，别人打会被蓝胡。齐汉厅六八条，那齐汉是空厅啊。好，杠上。这时候的金月我不知道，他搞不好就连胡都不想胡。会这样吗？哎、欸，不晓得。他还有撞啊。不过他是想胡的机会都没有，一定被蓝胡。对，没错，他只能自摸。四张九条，还好多啊。嗯，四张。放枪，放枪了。啊，三响！哎呦，三响！哦，三响哦，六条三响，没错。好，军委放这六条是三响。哇，今天什么少见的都出现了，八仙啊，三响，在同一场出现了。军委今天风头非常的多，对不对？画面很多啊，今天的风云人物啊，真的，领先最高的也是他，哎，八仙也是他，一炮三响也是他，自摸数最高的也是他。好，那军委放了这枪掉3800分了、啊。那金那个金准哥继续连庄。